日本寿司一向都深得香港人欢心，今次千两就推出了一系列的职人寿司，带来多款独特的食材和寿司组合，质素好不错的。咁今次嘅職人壽司啦，咁都係同以往一樣，咁我哋都係攞一啲豐州頂級嘅食材啦，咁跟住配搭一啲唔同嘅刀工啦，咁同埋一啲味道上邊嘅配搭啦，去令到客人可以有個提升嘅感覺嘅。咁例如可能頭先提及嗰個春魚啦，咁本身我哋會用一個煙燻嘅過程啦，咁會用一啲鹽壽司嘅醃製咗佢，跟住就煙燻三小時嘅，咁令到佢本身嗰個魚嗰個口感會再好啲啦，同埋個味道會濃郁啲嘅。黑鹿嘅壽司都唔錯嘅，因為佢本身黑鹿魚個肉質比較肥啦，咁我哋用一個隻燒嘅過程嘅，另外等到個魚個魚油香我哋出翻嚟啦，咁上面再配搭咗一啲北海道嘅麻粉海膽嘅。松葉蟹壽司賣相好吸引，以松葉蟹肉配上濃郁綿密嘅蟹膏，入口鮮甜飽滿。另外就有一個仿佛魚壽司啦，個味道偏濃嘅一啲魚嘅，咁我哋今次個切法都有啲唔同嘅。咁就用咗三片搭埋個切法啦，咁另外上面配咗一啲蒜汁啫喱啦，同埋一啲葱去加入佢個味道入面嘅。而呢一款壽司有帆立貝、馬粪海膽同埋黑魚子，三重口感，層次豐富。另外除咗職人壽司系列之外啦，咁我哋其實仲有一個甜品介紹俾大家嘅，咁係一個芝士嘅蛋糕嚟嘅，咁佢會配一個我哋有一個糯米糍皮啦，好似個大福卷咁，但呢個都相當之唔錯嘅。食壽司刺身，梗係要配埋沙茄啦。餐廳今次就推出咗全新嘅擦製利酒體驗，精心挑選三杯頂級嘅清酒，味道各有特色。請訂閱我哋嘅 YouTube 頻道，記得撳埋個鐘仔啊！